来哈，来，它是这样留下来的。所以它是不是有保存期限？时间过了，那个效果就比较没有那么好。其实也会不会？请问怎么留下来？哦，那个看到自己。对。哦，那个伤，然后我们像简单的擦拭就干净。我的清过以后就有伤哦，啊不，我应该赶快吧。然后你看镜子这样一擦就干净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所以这个看的是多少钱？然后你在哪里？所以我说啊，是建议我小弟再擦一下。拉平的，要换装。是啊，是因为他有平的，都扎得少。哦，对对对。哇，好干净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只手表，它实在是太脏了。这只两次了，要加。这一次就够了，这一次就够了，你把它浸泡久一点，好。金鱼哥的太干净。对。啊，你别骗我了，礼拜一才洗过而已。来，你看它的蒸缸子水，我都可以啊。哎呦，你看它的，马上看得到。你看它只是晃晃而已，就是。我们英语学派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卷汤一圈呢，目前呢所在的位置呢在台中，为你采访的呢是呢，研发自呢我们日本技术的这个 eWater 呢，它所强调的呢是呢。完全呢，是水，不会呢让我们呢主妇们呢这个因为呢清洁家具的时候，然后呢吸收到呢这些化学的产品，而让呢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。伊瓦特呢是由呢文南的生活，他们呢所呢研发至日本的技术。在呢八年前呢带到台湾，但是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呢，我们刚才看到董事长，他也亲自呢在现场做实验啊。譬如说呢，这个记者朋友呢，他呢所戴的手表，只要用 eWater 呢浸泡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手表上的污垢呢就自然的呢这一个释放出来啊。可以说呢 eWater。真的是非常的神奇，非常的微妙，然后也解决了我们家庭主妇在清洁剂上呢对身体毒害的影响，真的眼见为心。我们再看董事长亲自呢在现场呢来做的这个示范，来看一下。所以要泡着。对。刚刚有问说，如果装一缸的水，然后忍下去。可能肥油会掉下来，百分百水做成的清洁剂，无色无味无毒，大家不需要呢在担心化学残留问题，使呢我们的使用有保障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挖土就没了。这样有点臭就没了。对啊，就那个珠宝要看文蓝的生活，矿石类的不要哦，为你特别采访。一花特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直接用一花特浸泡，哇，整个手表呢那个脏东西呢完全都被呢释放出来。我们看呢水呢，哇，我会误会，哎，你怎么又买？这个变得非常的脏。他说影片为证。没有，我这个是擦干净而已。非常神奇的效果，一花特。